团结就是力量，这力量是天，这力量是钢，比天还硬，比钢还强。同志们，吃饭了。吃饭了，营长，开饭了，开饭，开饭啊，开饭，开饭了啊！宋同志，能不能让兄弟们先吃饭？哦，好，各位同志们，大家先休息吃饭吧。好，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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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谢谢，来来来，排队啊！哇，老队啊，快走，老队啊！常文，先吃饭吧。啊，好！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阿豪，哎，谢谢谢谢。拿一盒饭给宋老师。好的。营长，你吃饭吧。啊，快！谢谢这位大姐，我自己来就好。哎呀，没关系，趁热吃。阿豪真够现实的。常文，你不吃香了？我去帮你拿。哦，不用，不用麻烦了，谢谢。先喝口水吧。哎，大姐，兄弟们饭都发完了，我还给你留了一份。我劝你，我不在这吃。一切看你这张脸，我就吃不下。我找李营长去。谢谢。常文，谢谢。那我先走了。啊不，你不留下来陪我一起吃了？我对你还有事呢，你吃吧。小心点儿，徐主任，有没有吃饭？我有事儿要回生产队。哦，那我送送你吧。啊，说什么了？童爷爷非说你们跟那个宋老师一样，都不是好东西，会拐走我妈。王小柔，你要再胡说八道，看回家怎么收拾你啊！我说的是真的吗？没事，孩子嘛天真，想到什么说什么。林长就要进村子了，我快到家了。好吧，那我就送你们到这儿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跟叔叔再见。叔叔再见。再见。
跟着我干什么？谁说我跟着你了？说，跟着我干什么？我没有，你放开我。你就不能光明正大点，像个男人一样？狗改不了吃屎。哼。哎，郝姐，回去这些锅碗瓢盆什么的，你就别动手了，都我来干。你别自作多情了，没人帮你洗。哎，郝姐，那个，你能不能不要回头啊？姐姐，我不愿看你这张脸，你小心摔着。是是是。哎，郝姐，这桥特别窄，你过的时候千万小心啊！你不要回头好不好？你想吃我豆腐啊？是。哎，郝姐，我豆腐做的可好了。郝姐，哎呦，你个死胖子，你还站在那儿干什么？还不把我救上去？我来救你啊，郝姐。没事吧，郝姐？郝姐，我真不是吃你豆腐，我不是有意吃你豆腐啊！你给我闭嘴了，还不快送我回家！回家。我轻一点。疼啊？哦，你觉得呢？对方是个当兵的，我手都快被掰断了，我能不疼吗？当兵的也得讲道理，怎么能动手动脚的呢？我这就找他去。哎，你站住！都把人打成这样子，总得有个说法吧？我叫你站住，你没听到？你还嫌我不够倒霉是吗？常文，我实在是搞不懂，自从这些兵来了以后，你就跟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你原本是自信的，这些兵也是你找来的，帮你施工的，怎么你见了他们就跟自己矮了半截似的呢？哎呀，很多事情你根本不知道。我和舒平啊，还有那个营长李玉喜，哎，反正这事儿你就别管了。一时之间我也说，我也说不清楚。又是你跟我嫂子以前的事儿。总长秀玉，你不用为我担心了。幸亏这工期不长，等杨氏干好了，我立刻送走这批瘟神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专心办我们的婚事，啊！哎，你要去哪儿？家里还有些药酒，我去帮你拿。床上好好的，你起来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我不是口渴，想喝口水吗？我给你倒水去。徐淑萍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看你啊。我现在成这样，你是不是特别开心啊？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你伤这么重，多歇几天吗？得了得了，我们没那么深的交情。你说起来不难受，我听起来还恶心呢。哎，我跟你说件正经事儿。怎么着，我这次也是因公受伤，那个误工费怎么算？你好好养伤吧，不扣你的工时。这还差不多。难得来你家一趟，不请我坐一坐？真不凑巧，喏，就剩三条腿的凳子，你要坐你坐吧。哎呦，哦，哎，美珠，
回城产队吧，让大伙儿歇一歇。要走快走，我不送了。来，阿豪，你躺下。嗯，来，哎，慢，小心点儿。来，哎，好啊。啊，哎呀，哎呀，你自己好好保重，我下了宫再来看你。哎，走吧。走吧。毛裤耗子，假慈悲。哎呦，死胖子，我跟你没完。哎呦。我不是叫你们走了吗？又来干什么？大姐，我是赵胖子，我来给你送吃的了。你来送东西干什么？你这个瘟神害得我还不够啊！不，大姐你别害怕，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我先进来了啊。你大姐没事，我自己招呼自己就行了。你千万别起来啊，千万别起来。哎呀，我不是叫你别做的吗？哎呦！哎，胖子，没事吧？没事，不就摔一跤吗？大姐，我给你熬了泥鳅汤，我今天特地去泥塘里面抓的，我把骨头给你熬酥了，特别好吃。到时候你连骨头一起吃，好长筋骨。对了，厨房在里边吧，我去给你热一下啊。傻样儿！哎呀，哎呀！大姐，好了，我先给你盛一碗啊。胖子，你没事吧？摔的？没事儿，不就摔一跤吗？昨天你掉沟里，我摔一跤，我们俩正好扯平了。来，大姐。慢点。要不我喂你吧。你看，你不是腰扭了吗？你还是扶我起来吃吧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疼！哎呀，我轻一点。慢点。哎呦！对不起。你先睡正了啊。
你怎么来了？司令让我来看看你。秘书，司令让你改自白，咱们就改啊！你脾气那么倔，兵可以不当，可是命总得留着。我不改，我就是不改。我本来就对不起我带的那些兵，怎么了？我就是不改。你充什么英雄好汉？你充什么英雄好汉？想当异己分子，你还不够格呢。你想想你自己吧。谭生今年才七岁，你要是真的被枪毙了，你让我们母子俩怎么办？秘书啊，我求求你了，看在谭生，看在我们留在大陆的女儿，你千万不能再做糊涂的事啊。你是一直跟着运输的兵？哦，是，我一直跟着谷旅长。他是？我哦，这位是我内人。啊，哦，哎呀，可惜啊，运输这个人，我们同期同学，就他升的最快。哦，这不，连退休俸都没拿到。是啊，怎么，他没有跟你们一块来？我见到谷旅长的时候，他就给了我这封信，让我来找你。事后我们就没有他的消息了。旅长，你能不能帮我和内人找个住的地方啊？运输亲自开的介绍信，这个忙我不能不帮。啊，跟我来吧。谢谢你啊。啊，谢谢。走。谢谢旅长。来，我们走。季舍哥。啊，刚才你。我回头再给你解释吧，快走吧。啊啊，来来来，你们跟我来。没事，我来。梁妈，晒太阳呢。旅长，部队什么时候带我回老家？什么时候带我回老家？快了，梁妈，年底回家吃年夜饭。你老是这么骗我，一年拖过一年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咱们是不是回不去了？梁妈，我可不能这么说。你骗我，这辈子回不去了。哎呀，你们两位跟我一起来吧。去了。啊，就这一间。哦。进出还蛮方便的。这屋子窄，你的关节低，就只能将就着住了。啊，没事儿，只要有一个挡风遮雨的地方，我们就感情不尽了。缺什么的话，小巷子口有个杂货店，里面什么都有卖。找个住的地方都难，那我们收拾房间吧。啊，顾运书背着行囊，苍凉孤独地走在巷子里，保住了一条命，被开除了军籍，
卸下军装后的古运书不再阴挺，像个受困于乡愁中的老头。谭生，啊，身子坐直了啊。哦，你爸爸交代过，身体坐直了，字才能写得端正。看过你爸爸给你写的信了吗？你爸那字啊，写得可漂亮了，你可得好好学哦。嗯。运书，你回来了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，让我去接你呢？你也不提前通知我一声，你看家里乱糟糟的。你看，我领了一些散面回来，加工一下，这样可以补贴家用。哎，台生，爸爸回来了，叫爸爸呀。台生，来。来，叫爸爸，叫呀！一定是你在外岛的时间太长了，所以这孩子跟你特别生疏。台生，台生，这次爸爸回来就不走了，知道吗？叫爸爸。哎，怎么刚回来就进去了？你饿不饿？我给你煮碗面呢。台生，去写作业，我给爸爸煮面去啊。嗯。来，运书，起来，来，趁热把面吃了啊。哎，起来呀！起来，把面吃了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从回家一句话都不讲，倒头就睡。谁欠你的？你起来，起来，咱俩把话说清楚。刚才当着儿子的面，我是给你留面子。你以为你就没事了？像什么样子？混到连军籍都开除了，连退休俸都没有了。你要我们一大。运输，你还是趁热把面吃了好吗？你要是现在不想吃，觉得累了，那你就先睡一会儿。等待会儿我再给你做新的，哈。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我在那里面找了一张这种床，啊啊！今天晚上你就睡里面的大床，我就睡这个啊。金水哥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去找再顺啊？天亮，天亮我就打听消息，啊，你放心。
好腰伤都好几天了，一直没人带他去厨房工作。今天问问大家的意见，有没有自愿去顶二好的差啊？去不去？去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？阿好去了一天就扭了腰，傻子才去呢。那看来是没人自愿了，那我就指派了。很高兴，你每天都这个时候来洗衣服啊？嗯。哎，你一会儿还要打水吧？我来帮你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也没关系的。真的真的不用啊。君爱民，民敬君，打桶水算什么呀？来，我来。不用了，这怎么办呀？你别着急，我帮你捡上来啊。哎，算了吧，你回来吧，太危险了。没事儿，我会游泳，这样凉快。哎呀，你看，我说能帮你捡回来吧。行了，那你快上来吧。哦，怎么了？上来呀，快点快点。这回该你救我了。为什么呀？我这脚卡在泥巴里，动不了了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，姑娘，听你说话不是本地人吧？这你都听得出来啊？我10岁那年就从河北来到这个岛上了。你是河北的？嗯，是啊。我是坑庄子的。是吗？哎呀，我是怀柔的。哎呀，哎呦，那咱俩是老乡见老乡，两个眼泪汪汪了。哎，那你怎么到南方来了？兵荒马乱的年代，什么事都能发生啊。你不也来到这个岛上了吗？我是13岁那年被国民党抓了壮丁，后来挨了枪伤，那帮挨天伤的王八蛋给我撇下就跑了，幸亏我遇上我们营长，要不我这小命早就没了。抓壮丁这事儿你听过吧？我听说这个岛上的男人被国民党的部队一夕之间全抓光了。你爸也是啊？我那么多年的事了，我爸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。Thank you.
什么时候捡发财了？看看你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，你还真以为捡破烂可以发财了？你收破烂旧书旧报纸了。好了，别在这发愣了，回去可以收拾收拾书包，明天该开学了。谢谢啊。收破烂旧书旧报纸。哎，收破烂的，等一下，我这里有旧书卖给你了。哎来了来了。来。哟，你们家有人听戏啊？我家老头爱听戏啊，四郎探母。听出来了听出来了。赶紧的，看有多少钱呢。那好了，4块钱正好。好嘞。哎谢谢啊。来好谢谢啊。这个照片也拍完了，这样行了吧？哎呀，这只是个形式，回头我找一个摄影官，给你洗一张大的，让你们俩挂墙上。这就不必了，怪麻烦的。不麻烦，不麻烦，一句话的事情。啊，那好吧，谢谢。秋娟，秋娟，啊，昨天我们刚领回的粮，我让我老婆带着秋娟到厨房里弄点面、油，等会儿带回去。那哪好意思？你看这，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。我们都是穷当兵的，我能帮你的也就这些了。李长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金水，你的工作找了没有？没有。我正为这事儿犯愁呢。当工友你愿意吗？啊，我有一个老兄弟在乡公所当乡长，我去找他去试一试，兴许能帮上忙。我愿意啊，我太愿意了，只要让我跟秋娟有口饭吃，我干什么都愿意啊。那行，我帮你问问。呀，谢谢李长，太感谢你了，李长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水没了，给大家加点水吧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张老师，来点水。哦，不用不用，谢谢谢谢。哦，啊。正处理的，慢走啊。乡长，老王，你之前出了这么大事，怎么不早说啊？乡长，我要是早告诉您，您还敢用我吗？那些情治单位的人，我们这些小单位可惹不起。你明天不必来了。乡长，我
积水哥，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哎，到下班的时间还早呢。情治人员找上门来了。啊？乡长害怕，就把我给辞了。哎，金水哥，你不要为工作的事情烦心了，我找到工作了。我要去一个大户人家做下人，那待遇还不错，包吃包住，一个月还有2天的休假，到时候我休假你来接我啊。他们没问你什么身份？哎，你忘了，我会说闽南话呀，他们以为我是本省人呢。哦，明天啊我就去上班了，那个老板娘很不错，她呢先预支了一个月的薪水，我放在里面的抽屉里了啊。啊，选日子不如撞日子，要不你就跟我一块儿去。好啊。不行，没空啊，宋同志这儿。是啊，活没干完，这没有李营长不行的。不不，你什么意思？李营长不在不是有我吗？整得我们兄弟好像不听你话似的。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强文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